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好，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 OK， 先把玩游戏是生魔二十塔，那我们进行黑铁时代主线第四章第一话。那巴龙应该可以过吧。好，三个关卡。哇，这个是头好痛。这是以诺岛，难道我回到原来的世界？等等，这是手，我变回原来的样子啊，太好了。前面好像有道黑影，那是降落奥斯。降落奥斯撑起身，急不期待跑到黑影前，将手搭在降落奥斯上。对方回头，哇，降落奥斯变成机械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地狱大师以物驱赶，闪光，这是巨神兵，可恶，被包围了，攻击！哇，这应该会死哎，因为他只能消一次攻击50滴血的话。巴龙队对这一关的话就有点尴尬了。真麻烦。要死啊！讨厌，傻眼猫咪。好，我们这次用鹰队来挑战。鹰队的话应该很轻松吧。还没死。哦，吓死我了。敌人会令火属性的攻击伤害减至 10%， 敌人会在一回合内连续攻击两次，敌人生命越低连续次数越多。哦，是不是全开啊？可下一关还有，不知道下一关。好，有请机会。然后开这个。要不要开同科啊？感觉要开一下哦。好，开龙哥，找一下长度。应该可以直接带走啦，应该不用开龙哥也可以。不过他们火属性攻击减半的话，我又木属队比较多，哦还好，木属队员太多了。这个是水，所以按属性不要去消到连级的就可以了。这个是火 ，OK。
这边慢慢刷也是可以过了啊，只是要一点时间而已。这个是好，哎，我刚没弄到吗？谁？我们先把暗珠消掉。真讨厌这种了。有一场跟没场一样，我很讨厌这种削这个叠珠的，超讨厌，我超讨厌削这种。OK， 好多。这个是火按，啊，抱歉啊，这一集会打比较久一点啊。OK， 过了九 combo，OK、okay。关掉好了，太浪费时间了。水、星木，九颗木暗火，这样好过了吧？什么？水火木光暗，水火木光暗。OK，
过了吧？还没。水火木光暗 ，OK， 有。住手啊！这是机械都市，刚才是梦境吗？地狱大师，发生什么事？刚才听到你的惨叫。没什么，我只是发了噩梦。不，或许没分别吧。现在对我来说也是个噩梦。哎，一定是困在屋里太久，来到这个城市一星期，除了第一天外都下了大雨，昨天还刮起了暴风雨。昨天那实在太可怕了，房内的玻璃窗都被吹断的树干砸烂。不过今天早上放晴了，地狱大师，不如出外面散散步吧。也好，说不定还会找到恢复原本身体的线索。召唤师重新振作了起来，整理好行装后，便与张诺奥斯离开市场厅，前往位于市中心的市集。忽然，远处迎面而来，有道急奔过来的身影，朝召唤师所在直奔而至。好，我们进行主线第四章第二话。Go go go！ 用我们的八龙队。这一关的话应该也不难啊。那声音狠狠地撞向召唤师，但已经机械化的召唤师又怎么会轻易撞倒？结果反而是那道身影被撞跌，整个人跌坐在地上，发出痛呼：“痛痛痛痛痛！”是维珍尼亚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原来是地狱大师，我们又相遇了，真有缘。哎，他真的很冒失，这星期每次见到他，不是跌倒就是撞墙，身上总会有许多瘀伤。机器人总会有瘀伤啊？还是他不是机器人？哎呦，还没死。好，轻松的一关。你这么匆忙是为了什么事？要不要我来帮忙？哦，不用不用，地狱大师是市长大人贵宾，不能麻烦你的。而且大家忙得很开心哦，我正在为机械法周年而忙哦。其实我一直都想问，什么是机械法？你不知道吗？那你知道为什么我还没有机械化吗？我们知道啊，因为太早机械化会影响小孩们的成长。你记忆和我们解释过，但说到一半就被阿涅茜抓去忙其他事了。没办法呢，米基利和阿涅茜可是这城市的机械研究员之一嘛，一定忙不过来。那这个和机械法有什么关系呢？有很重要的关系哦。为了普及机械化，同时顾及小孩的健康，想当年市长大人提出订立机械法，规定所有市民15岁时进行成人礼，换上机械的身体。这样做太过分了，你们这样根本就剥夺其他人的自由。但是机械化大家才不会轻易受伤和生病，死亡率更大幅下降啊，有什么不好呢？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渴求长生不老，即使会受伤和感到痛苦，那也是我的选择。最重要的是自己的想法。维珍尼亚，
你甘心听从别人的命令而机械化吗？地狱大师果然是有趣的人。对呢，或许在其他人眼中是个愚蠢的行为，但那是属于我的自由。维珍尼亚，你这……有人从后搭上召唤师的肩膀，打断了召唤师向维珍尼亚的问话。召唤师转身见到安妮切和米基利，找到你了，地狱大师。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希莫有事找你，我便拿你的房间找你，整治却见不到人，怕你被盟主捉走，便四处找。结果却见到你向女孩搭讪，害我们像傻子般。找到了就不要计较，地狱大师，你和我们一起去见西魔吧。可是我还和维珍尼亚，哎，人不见了，他跑走了，可能去忙庆典的事吧。没办法了，下次再找他聊吧。现在先去市长，跟看市长找我有什么事比较重要，说不定你能找到让我变回原来身体的方法。好。好，来第四章第三话，那我们用这个小结对好了。这边好像只有第一话比较难而已，后面都还好。召唤师跟随米基利和安妮切来到市中心广场，也是上次举办比试的地方。此时以碑柱为中心搭建了一个长方形的平台，西摩伫立在碑柱旁，在叠高的台阶上备受监察台下劳动中的市民。市民见到米基利和安妮切恭敬地点头，让出路来，让他们直走到平台上。西摩见到他们前来，连忙沿台阶走下来，张开双臂，热情地抱住召唤师。地狱大师，你来到了，最近一直都在忙，除了你醒来那天都没见过面，实在很抱歉。不要紧，但你可不可以先放开我？很抱歉，我太开心了，一时忘形。话说回来，这个平台挺大的，是用来做表演的吗？西摩松开手，降落奥斯重新停在召唤师的肩膀上。召唤师重整心情，是的，不用这么拘谨，叫我西摩便可。这好吧，西摩，你有什么事找我？其实我有一事想拜托你，能接到我们的委托是你的荣幸。我们认同你才拜托你的。好了，赶快说。你这样真是委托，难道要叫我抓我去结伙吗？我是不会答应的，被你改成机械已经够惨了，我不想再被你变成什么怪东西。你先冷静下来，我们不会捉你去解剖的。与其研究你，我宁愿去研究蟑螂。喂，这也是个太过分了吧？那你有什么企图？请放心，我只是希望你在明天周年庆典上担任成年仪式的主持。不成，我担不起这么重大的任务。没问题，你只要负责抠下鸣枪便可，非常简单。那为什么要找我来做呢？你可是我们机械城进入新里程的代表，用你这个成功的样本，便能说服市民彻底的机械化，这样大家就能成为不老不死的存在，得到幸福。这样真的会变得幸福吗？哎，第一大师，你还太年轻，我经历无数的生死，明白当中的痛苦。为了不让大家的心灵受到伤害，我才带来机械化这种技术。我做这些一切都是为了大家着想。不要忘记，要不是吸引我把你机械化，你站在这里说话的机会都没有。你做的没错，我无法反驳。可是内心那种难以言喻的不自在感，我还是无法完全认同。但一面否定也找不到答案，所以，好，我答应当主持。那就太好了。我们来一起见证改变历史的时刻吧。机械化是否正确，我现在还不知道，那就只能继续去观察，去感受，直至不再迷惘的那一刻。好了，那这一集到这边结束啦。喜欢我的频道，欢迎到我影片左下方的图片按下订阅按钮哦，右下角的铃铛记得把它打开，这样子我更新影片之后，你就能追踪到最新的消息咯。
粉丝页也记得去按赞，这样子我有最新消息也会在上面公布哦。谢谢大家自己的收看，谢谢，拜拜。